2005年创办品牌到现在，其实带领很多客人啊或企业会来到平林这里，可是我们以前都是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农家去。那我们一直想说，如果这边要有一个据点的话，它应该要什么样的一个氛围？那毕竟在平林这里，大家最熟悉就是茶文化、生态、产业这些事情。那我们想说，如果今天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模式，要一个让更多的不一样面貌的客人，然后来关心永续或可持续性的农业，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书店空间里面整个被保留，还有甚至是重新创造的一个模式。我觉得是一个沉浸的过程，然后它的气氛啊，以及他想创造的一种人文思想，还有一个多元包容的一种这个店的个性跟氛围，恰恰好跟我们想要找的吸引来的客人的样貌是很雷同的。我们并不希望只是单一性的为了找茶而来的客人而已。那加上我过去我们自己的工作跟出版媒体有关，所以整个整合起来就以一个书店为名创立了一个我们蓝雀茶的品牌空间。其实做茶叶哈，就是说我从小就开始会帮忙。我妈妈炒茶，我爸爸揉茶。民国60几年到70年，那个时候茶叶的那个行情很好。退伍以后就我比较喜欢自由，干脆就回到山上来帮我爸妈帮忙。那时候我哥、我弟弟、我妹妹也都会走在做，我们家那就有7、8人在做茶叶。所以我们的流域舒服的概念就是以流域集水区为基础，那整个山谷都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的时候，回到过去生物生态跟人类一起共存的画面。我们现在就是锁定上德、大出坑、余光这3个集水区作为我们流域舒服推动的一个方向跟主轴。我们就希望这边所有农家加起来大概有37位都一起来参与流域舒服，很多生物生态回来参与，品牌商业价值拉高，一吸引更多的伙伴一起进来，让销售带动农的转做，我们这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目标。那我们让企业看到，原来在这个地方有护育多少的生态的物种，然后一个好的茶园里面有很多的生物看得到，然后把这个画面让企业看得到，这样的运作过程有多少的志工来参与，有多少的生物多样性，它可以写进企业的报告书，那企业就会想，哎，这个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对企业的转移。对农家而言，当有企业插牌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转作有人支持，有人看得到，所以就变成这样的转移是一种交互交替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循环，反正一直传承下去了，是吧？然后做到不能做为止。像我爸爸去年他96还在做那个白毫乌龙。我们现在 的那个茶叶的发展下线，可能就是用那个都是联合的，就是我们几个人在做那个，就是照顾茶园，然后要采茶的时候大家一起采，然后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做。现在很多已经开始有慢慢这种迹象，因为年轻人都回来的比较少，就很乐观嘛，你要看得开啊，对不对？很乐观，然后要不断接受那个薪资啊。辛苦怕咱们天冷久，也那么干苦，光几天为